啊塞，讲这小孩变安尼，我嘛想袂到。有个人个一阵通路，还是有看煞，稍微去丢去，啊，爱看就可以看，无办啊。这间万代吼，是来我接手来吼，我一个月开销要150，时代的进步啊，伫投资伫改变的呢，落嘛要可能我要7-8千万呢。因为这3年多，一工做2-3千啦，啊嘛无法度拄着啊，唔甘啊，都愈来愈落愈严重，可能一栋房子，你知道吗？今仔日是民国111年5月30日，是我万大福电影院开幕的最后的一天。当初这个咱头前戏台门口吼是徒步区，人山人海，车拢袂当入来，会当用行尔。比较像当初皇家迄时阵很闹热呢，慢慢阁排落，排到尾啊，才拢无啥人啊。出来我着阁重新改造。因迄阵要做舞厅的戏台吼，真少，啊，我合我的口味，啊，算我迄五个厅，我就做几啊几片。我重新甲做首轮较二轮，本来拢做首轮的，啊，一段生意我歹，卖掉我就搁改艺术电影甲二轮的，培养起来我甲人潮搁带倒转来，从谷底我又倒起来，比如讲一天4-5千票，迄早期你讲民国70年迄时阵，咱个国语片吼。很好的，咱个台湾观众是真济。我记我早期70年，迄时我去泰国，看泰国片也是，感觉脚步就足歹啊。但是即摆人时代咧进步咧讲究，空间阁比咱阁较好。万大福戏台是民国70年开始，今仔日拢总差不多41年。迄时咪我经营诶。民国70年吼，伊家己咧经营的是，迄是违法，因为就是生意好，才会违法。5厅变到8厅，愈侪厅愈好。我是民国74年来台中经营中孙戏院，啊，81年才经风中戏院。迄时若无 KTV 啊，无卡拉OK 啊，因为咧娱乐是看电影尔。啊，85年才来接家，我甲接手的是。本来电影院一厅是几位啦？我拢厅600-700位啦，即马改到剩240。较早电影院椅啊，你想讲这椅啊真细只，啊，即马电影院内底椅啊拢很大只。时代伫进步，啊，伫投资伫改变的呢，落嘛要可能我要7-8千万呢。甲即马来讲，一间戏台陆陆续续安尼。我16岁就咧西门町啊。啊！我为底层拍戏的时阵，做到我做兵当啊，家经营电影院。我为宜兰经到屏东去。我第一间电影院西门町白沙戏台，你有知无？白雪戏院。结果发生火灾，我经营2年外，我怎啊转手给人？结果不想后尾拢做色情片，尾下阁当下参观，起价要赔，内底拢同性恋。因为我当初第一间白沙吼，200位一场卖几百票，你知无？200位一场卖400票，观众来无位好徛，无位好坐，怎出去问看当时来较位？我讲起来5点外到5-6点，伊5-6点才过来，迄无清场的，所以200位会当卖到400外张票。迄时做洋片嘛，洋片的观众哦，推广看电影学英文，啊，送人去。对，来看电影，看了安尼，迄热，开始第二热门起来，慢慢就成长起来。卖讲做偌济，几千票，3-4千票啊，4-5千票啊，一票两片，啊，一支文艺片，一支动作片啊。美国有人啊，甲油菜总爱2-4-0，像这种文艺片，搁大剧片，甲做伙演2个月煞，搁过桥2个月，啊来搁演，搁演过后尾。
啊，上迄时阵我就为啊开始电影，就一路我用心经营，差不多半年我就起色啊。一出电影一定爱咧电影院播放，你咧电影院较有迄临场的效果，你看你的感觉那种感受。因为我无推广的是电影观众的流失，像你讲我有户外电影，我去遐影区啦，较去学校啦，啊我放电影，我拢啊搁带一挂电影票送，反去比较讲哦，电影原来咱咧看块的外围，你看的电影较咧电影院无同，差有够多。经电影院上新个重要爱新戏发的出来，不然想甲这年纪啊，要六十啊嘛吼，啊，到这都已经八十五年，到即摆都二十六年啊。即间万代吼，是来我接手来吼，足大个就是讲，我有法度培养等于一个毋知几啊千个人来我这看电影，啊，拜六礼拜三四千、四五千，啊，你甲捏一个一个月面几啊万人。啊！有摆迄落头早入去看电影，跟人掠着无？有啦，嘛是有啦，那会无？有的人计为内底，伊怎通路啊？就来拍门拍开，啊，只有看煞，稍微去丢去。啊，爱看就可以看，无办啦。啊，这员工较注意的，门爱锁好，关好势。我读过一个中医来来看电影。伊讲伊做学生来看电影，看啊，今嘛听到讲我要关起来，舍不得长假，约我过来甲接待，意思要甲安慰讲，啊，既然啦无解了钱吼，希望我们再支撑下去。我一个月开销要150，喝了几栋房子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三年多，都愈来愈落愈严严重，一工做两三千啦，迄个马桶冲水器歹。叫来换开4800，红我三千，搁4000，我掉1800块。啊，你当时怎心境？啊，嘛无多拄着啊！啊，你冲水器歹，你漏水，你无修，你嘛唔是办法啦、啊。我只有开出来啊。员工确诊，我逐天中昼暗顿爱买好食，薪水照领，休假还是照领全薪啦。啊，嘛无多。啊，你讲咱要甲员工要计较安怎？啊，是，讲这小变价呢，我嘛想袂到。即嘛主要无了钱为原则，这家己咧，唔较正坚持这三年话。我当初也做，我行业就好，我哪个坚持咧？啊，爽就是讲，这社会做出这大的贡献，这大的名气，贡献嘛是一个例子。爽在期待吼，唔知当时等个重新再开门。大家拢在期待啦，在咧问啊，啊我讲未出来，因为疫情安尼吼，健康的身体较重要。